好的，那稍微跟球迷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哈，那应该有些球迷朋友应该知道发生什么状况，那有些人不清楚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。我刚刚这个 play 叫做 timing play， 那他就是看到底是本垒的人先踩回本垒得分，还是在一垒上被触杀的人先出局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想老球迷应该都知道，那应该有一些新球迷不知道，所以现在裁判正在针对这个部分进行辅助判决的部分。那我想说，这个规则也让球迷朋友稍微知道一下，谢谢。